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神中课《燃亮世界千人报道士运动见证集》。8月25日，题目是耶和华尼西，上帝是我们的星期。经文在出埃及记17章15节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。今天的内文分享是来自菲律宾本校区第11届报道士朴宣玉。凌晨的2点钟，我被我的伙伴的紧急电话吵醒了，我就迅速的起身，并且拎埋个药箱，跟着我的伙伴跑向镇上面，但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在很远处我就听到小朋友绝望的喊声。很快我们就到了那间屋，原来这个是我们的朋友，一个哑的小朋友的家。2年前他的妈咪在原本的村庄被一名男人强暴了，结果因为这样而有了小朋友，并且生了下来，就是这个哑的小朋友了。他发出绝望的喊声，令人听起上来呢很不安，也都听得出是不是很寻常的。当我走入这间房的时候，工鼻的气味和烟雾阻挡了我想冲前去的脚步，令我闻到差点都想呕出来。但我告诉我自己知，我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我祈求主原谅我的可悲，因为这样这么小的问题就想放弃。在间房的中央呢，是那个1岁大的小男孩，他整身的在那里震抽搐，停不下来，他块面充满泪水和汗水，还将吃了的东西都呕了出来。当我试图用酒精帮他抹他的身的时候，他似乎很想将我推开，并且抽搐得越来越厉害。我望着这个小朋友尖叫的样子，我再次的鼓起勇气去抹他很污糟的面。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，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大眼睛里面，我看到自己的倒影，我的 partner 都看到这一幕，并且用缩母语很大声地讲到亚斯王，亚斯王。我们虔诚地为这个男孩祷告，在祈祷的过程之中，我听到这个小朋友抽搐的声音，他全身的都被汗水浸湿了，这个令我更加要倚靠上帝。当我们持续的祷告的时候，上帝提醒了我，我是他的报道士。因此我能够大胆地这样说，我奉主耶稣的命，命令你撒旦离开。这个小朋友的痉挛即时就缓解了，邪灵也都因着上帝的大能而离开了。第二日我去探访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小朋友以灿烂的笑容热情地欢迎我，我为主得胜的事实而感到高兴和感恩。透过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，我认识到无论遇见什么的事，上帝的报道士总会有上帝和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为此而深深地感谢上帝。我还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使我能够和祂一同地站在祂扬起胜利的旗的地方。愿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今天的神中课讲到这里，欢迎下次再收听，拜拜。